好，佢而家要我哋行咗先啊。OK， 咁我哋行咗先啦，反正冇乜所谓。啊，呢个草系嘅，啊虫系嘅天堂，对于我呢啲草系嚟讲，其实都唔系咁友好，因为虫系打我伤害太痛，好似头先招吸血，哇呢招毒，哎我系进化啦，哈力论已经开始进化，半半哈力，我成日觉得呢只进咗化都好样衰，我仲未有精灵考。翻回去先啦。虫系嘅森林咧就系咁样噶啦，下一阵咧又麻痹啦，又瞓觉啦，又中毒。呢只呢只都有，不过呢只进唔到化，注定注定进唔到化。呢只要通常进化。其实 Pokemon 仲需唔需要有通讯进化呢样嘢咧？其实老实讲，以前要通讯进化的原因就系为咗咧，就系为咗咧俾你咧，可能咧就同其他朋友去到交换啦，系啦，即系可能叫做扩大你嘅圈子咁样啦。但系今时今日仲需唔需要通讯进化？其实我觉得可以整另一个进，即系点讲咧？另一个进化嘅条件咯，即系譬如嗱，依家鬼斯通好似系25咧就会进化嘛，咁如果你有通讯咧就可以即刻进做紧鬼啦，25咧。但我觉得如果你冇通讯进化，即系你可能身边冇呢啲人嘅，直接改做可能50咧都进得快嘅话，咪几好咯？即系可能佢有两条路线咯，一个就系25咧进完鬼斯通啦，跟住即刻就可以进化，一系就等到50咧或者60咧先再俾你再进化紧鬼。系咯，我觉得咁样弹性会好好多咯。其实今时今日，如果佢有改到呢啲咧，嗱呢啲细节位真系无敌，但相信应该系唔会嘅。呢啲咧只能喺梦入边实现啦。呢啲好嚟到呢个地方，呢、這个地方有个庙喺中间。好啦，触发剧情啦，终于揾到你哋啦。你想做咩啊？讲下俾你哋咧，从呢个绿罗镇偷走嘅精灵喺边啊？睇下呢条友咁有趣嘅，快走啊！如果你唔想惹麻烦，你讲到我好似要听你讲咁。好，你成功吸引咗我嘅注意啦，我而家满足你啊，将你狠狠打败，去啦，毒气双子。No， 我竟然输咗，哇！剧情杀啦，我竟然输咗，见识到火箭兵团嘅实力未啊？干部嘅呢个就系、是、你或者可以打人最弱嘅手下，但我系干部，我的等级咧高过你好多。老大，呢个咩都冇喎，呢个森林咧应该咧冇啲咩停留嘅价值啦。讲得冇错，我哋要走啦！狂妄之徒今次放过你，你应该咧对我感恩咧大得啊 ！OK， 森林守护者系咪雪拉比呢个岛？呢个庙，成功输咗，我而家可以离开啦。连打都冇得打啦，可能佢悭翻，唔想整呢一幕，滚动啦一样。唔会输啦，大佬17咧，我点输？已经唔知个输字点写。三蜜蜂滚动啦，都系费列托斯。好 ，OK， 三号道路。哇，呢、這个地方整，其实佢啲地图都整得几有心，有倒影添喎，个人。然之后咧，嗰个水度有呢个毒公金鱼，啊，竟然唔系鲤鱼王。樱桃，好嚟呢只，一下秒咗，嗯，唔系行呢度咩？哦呢度、okay ，解毒，嗯，你有两个人喎、啊。飞天螳螂啊！你知唔知啊？野生嘅皮皮咧，有机会咧攞呢个月之石，佢可以将衣背咧进化成月衣背。野生嘅向日葵、向日种子就会有日石，就可以进化成太阳衣背。OK， 佢有讲到一个重点就系啲精灵咧会有一啲道具喺身。原本好似冇呢啲道具嘅，我记得。因为咩日石、月石呢啲唔会喺向日葵嗰度执到咯。玉木镇啊，唔识读啊嗰个字。呢个字咧，我成日喺嗰啲动漫嗰啲动画度咧会见得到，但我都系唔识点读。好啦，有精灵球出售嘅，咁我哋买10个先啦。其他可以唔使买，应该。对面有咩分别啊？
哦，照色機，你睇下佢嗰啲字咧，好辛苦嘅睇得。佢係白色字咧，跟住咧黑色少少邊啦，跟住白色底，成件事就錯曬呢一個配色，好辛苦所以睇得。所以佢個界面其實都唔係好靚，老實講。我覺得我嘅服裝好奇怪，我而家咧正在為呢個訓練家舉行一場盛大嘅比賽，你只需要找到我超級樂透彩票，可以抽嘢喎。哦，即系呢，哦系，之前我系执到两个，就系可以喺度抽嘢，可以喺度抽蛋，真定假？我哋试下抽一抽先，我哋即管试一试佢个抽蛋系点样抽法。诶，佢个 save 有问题，唔紧要啊，到时我再 check check 呢个 save 问题。好，吓、啊、精灵蛋啊，仲要系，唔系话三百几只重，跟住抽只蛋出嚟，啊冇办法睇任何资讯啊，蛋嘅话。蛋的话通常如果你攞一隻未知的蛋呢，只能靠它孵化时间来知道咯。通常孵化得快呢，很大几率都不是劲，大几率啊，但是孵化得耐都未必说很劲。你好，我是 MK， 正在努力成为最强训练家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挑战所有获得徽章的人，我对软弱的人呢没兴趣。首先我没有这个徽章，还有其他事做，不像你一样呢在这些地方找些没用的徽章。我明白啊，你是新仔是吧，要知道呢啲咧，唔单止系呢啲废柴嘅，即系一啲冇用嘅嘢，佢哋系象征住你嘅战斗能力。收集徽章咧，会令你收获经验变得更强大。如果系咁，我点解唔先去一趟呢？反正你而家都唔俾我通过啦，我都唔想暴力通过。Okay， 好中意反问啊，英文。哦，呢、這个罗子林美人，美人，好啦，草系，草系啊。其实草系对我嚟讲唔系咁友善咯，草系，系啊，草系对我嚟讲唔系好友善。啊，呢只我系，哇，真系劲唔友善咯，老实讲。哎，顶，冇托到飞弹针，仲要飞弹针重技，唉，是但啦。我有 save 到嘅，但系头先 save 喺嗰个丑蛋嗰个位，算得唔好。因为飞弹针其实系还好啦，算系一个过渡技能啦，冇都冇所谓嘅。因为虫系本身系好少用到，臭花有恶臭花蜜，恶臭花蜜佢点用？系咪俾朵花？呢朵花系咪美丽花 ？OK， 搞掂。恶臭花蜜，霸王花，跟住又俾嗰只美丽花系嘛？呢、這个滚动啦，都冇其他技巧。喂，我草系点解要俾你睡眠粉睡到啊？系咩事？美丽花，叫呢个啦，啊唔系、哦，臭花喎呢只，几得意喎！佢将霸王花同臭花咧摆埋一齐，跟住俾你拣。其实佢系有少少分别，都睇得出嘅。细心睇你会睇到嘅，几得意啊！呢啲少少嘅细微位，一少少嘅解谜位。唔系话呢只，哎呀冇中到，哎呀瞓觉，哎呀仲要麻痹，咬啦，有招咬都 OK 嘅，始终一百命中嘅技能系绝对唔会背叛你嘅，诶佢唔系嗰啲咩八十五啊九十命中嗰啲，如果系嗰啲咧就难用好多咯，嗰啲真系，头先嗰招飞弹针啦，同埋滾動都係好 ，save 喺度先。哦，呢個 save 係用唔到的，一 save 咧佢就彈出嚟話 save 唔到。好嚟啦，歡迎你啊，年輕嘅訓練家，我係呢一個館主羅子林啊。你可能已經估到啦，我係用咧草屬性精靈，佢哋唔單止教咗我戰鬥啦，仲擴展咗我興趣花藝。嗱，我諗咧，我要暫停一下講我嘅嘢啦，因為我要睇你點解要嚟呢度。好，第一個嘅館主草系。又是花藝的，同阿邊個同阿 Erica 一樣。哇，觸手百合係什麼鬼？草岩石係嘛？唉，我都唔記得，好似係岩風。哇，咁快成樣唔係嘛？哇哇，螺絲雷朵。喂呀，催眠品又做。哇，一個溶解液收好工喎。已经唔知个书字点写，哇，好难打喎！螺丝雷朵好难打，因为佢
一开头岩石封完之后，封完之后后面毒液啊死啦，唔得，我又要捉一只虫嚟用。哇，依贝喎，哇，即刻瞬间秒嘅咩事？依贝其实都 OK 嘅，波波球啊，点解会一下劈死咁劲？招草技，点搞啊？哇，河童啊，河童劲嘢喎，但我唔想我对咁多草系。其实可能我咧草主咧迟啲会抌咗佢，老实讲，因为挨过咗一段时间之后，我骨炎都劲，我骨炎好，都系唔好落骨炎。伊贝拉系，我骨炎又出嚟，哎呀，我骨炎啊系，哇，唔系我藤边都劈得死你，我咧科罗可以留一留嘅。這個 game 呢个 game 是我玩过咁多隻以嚟第一隻冇送精灵球的 game， 我啱先醒起。哎，有啦有啦有啦，大家见到啦。头先嗰度咧就系因为呢一隻虫唔知点解佢 detect 唔到，所以佢冇咗呢隻嘢，好神奇地。我有佢啦呢啲，小问题嘅啫呢啲，啊，迟啲换咗佢就得噶啦。好。但系蚊香蝌蚪唔系我哋，唉，仲要减攻，大胆系加防减攻。我试下可唔可以捉只恶骨燕啊？过关用啊！哇，滴珠可以捉一捉嘅滴珠，好似好少见啊！诶，即刻出嚟又 X Y 打后佢整唔到，显示唔到出嚟。有啦，我骨燕，我捉埋呢个骨燕咧，咁啊时间差不多，然之后我等升呢咧，将佢咩啦，将佢升呢，然之后打埋个道馆，因为或者可以捉埋呢只之后试下嘅，其实都有机会赢到嘅，可以试一试嘅，唔系话，唔系话，真系要红血先捉到，有冇靓性格？我系内敛。啲性格错到不得了喎，内敛系减攻击嘅，不过过度冇问题嘅，啊过度啫，过度用嘅，不成问题，不成问题啊！好，我哋先用呢只虫啊，跟住我哋换另一只虫去食嘅，其实个伤害咬佢都试下，收几多啊？好少，不过令到佢惊啊！好，哇，仲玩光合作用。黐线光合作用加食药嗰时候，冇计啦，我都要使出我嘅食药。对面有啲串嘴啊，其实中一下毒真系应该死的。哇，超级吸收，系咯，冇赢唔到基本上。呢度如果要赢呢，我系唔可以。我系唔可以唔练一隻飞行虫，因为呢只草系佢冇毒啊。如果我系奇异种子咧，就易打好多。但系呢只唔系奇异种子，所以争劲远咯成件事。好啦，既然系咁啦，我哋换埋最新，换埋呢一个彩票佢咯。应该仲有两张定唔知一张？啊，我有两张，然之后咧，依家有两隻蛋啊嘛，好似有两隻蛋，所以我哋可以孵化佢啦。咁下一次嘅画面应该就系我孵化呢只蛋啦。因为呢度冇乜劲重俾我捉嘅，真系系有两只蛋可以孵化啦。咁等睇下孵化完出嚟系咩蛋，有冇用咧？可以用啊就最好啦，用唔到都冇办法啦。好，今集嘅时间嚟呢度先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